乱世天书星下界，落地为贪狼，落水为金鳌，三星汇聚，破军主号，击杀主凶，降落于人间，知破军与贪狼相克。今贪狼落于这狼王山，行义之狼将士渡人，一场激烈的战争就此展开。我一个瞎子坐这看戏，不是叫人笑话。咱们呀，这叫听戏。怎么了？没事，打只苍蝇。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能杀了我，你们可以走；你若杀不了，以后你跟我，保你富贵。击杀这条命以后是你的。做噩梦了。老小子说，我遇到七杀为吉，遇到贪狼为凶。刚才那个是……你不会有事的，这只是个梦。我命为破军，今生追捕贪狼之命者，水火不容。生死一战，
刚刚分明看到的是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开狼嚎呢？他还有气，待会去给我哥看看。小蜜几位已经知道这个畜生的来历，几百年来我们猎户村从未见过这等似人似狼的怪物，几位堂主该如何处置是好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杀了最好。那你们三位的意思呢？这贸然处死怕是不妥。有何不妥？就冲这畜生今日差点伤了刘翁的性命，按照族规应当处死。族长，他是我带到村子里来的，算是我的猎物，你们就这样决定他的生死，未免不太妥当吧。他是人怎么能算猎物呢？既然他是人，那你又何必说他非我们族类？难不成我们不是人？就算他是个人，按照族规，凡是伤我族人性命者当以死罪论处。对，没错。族长，按照族规，就算是必死之人也有一条活路可走吧？没错，死罪者只要能破四堂堂主的四寿阵便可活命。七天能把一个野小子调教到破四兽阵，哼，太天真了。你们信不信现在解开神爪第一个咬的就是月心，而且就凭他想破四兽阵。万物皆有灵性，想要狼明白你的意思，不能单靠嘴巴，得用心。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救你性命。这样的话会必死无疑的。这样吧，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你咬我一口就当还那一箭之仇，从此以后你的生死与我毫无关系。你不咬我，那就说明你相信我。我们只有七天的时间了。
这小子十有八九是要去找狼群，他现在身上沾满了人的味道，怕是狼群又容不下他。糟了！站住！停下！别跑了！停下！你这样，我又欠了你一条命了。夜郎与月夕就在这样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因救命之恩，这条绳索将彼此越拉越近。与此同时，破军在收复七杀之后如虎添翼，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两人所到之处皆寸草不生。为什么要点三根香？老瞎子说这是规矩，点三根香给对手，好请他们上路。别怕，来，我来吧。来，坐下，坐下。不疼的，我会轻一点。不疼。
把凤梨摘了吧。我已经看不见了，有他在，我便能听见你回来的声音，心里才踏实。下次我若出去，不用等我了，因为我出去本身是为了给你赚安稳，若是反而让你睡不踏实，我心里不安。好。留一个杀手在身边，合适吗？老瞎子说，在我30岁那年，我会遇到一个叫七杀的人，他是我的副将，能帮我建功立业。月夕为了护夜晚周全，开始训练他破四兽阵，这还要从猎户村的警卫说起。杀害族人性命者死，死罪者破四方堂主四兽阵便可活。但几百年来从未有人破过这四兽阵，月夕万分担忧，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夜朗活下去。四堂功夫本就是观野兽演化而成，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只狼，虽不擅长单打独斗，却集合了这些野兽所有的优点。小心台阶。是什么钱？夫人，是只上上钱。师父，帮我解解签。师父写的什么？夫人，师父写的逢凶化吉。多谢师父。我呀，先带你熟悉一下寨子里的环境，小心点啊。你别担心，他们只是对你不熟悉而已，等过几天知道没有危险了就不会这样了。太大惊小怪了，你要在这儿生活啊，就要让大家习惯你的存在。没事，别怕，有我在。看来我要先想想办法，先改变一下你的形象。
月七，你也太偏心了吧。月七，看不出来嘛，这才几天，爹小子看起来完全像个人了，你驯养的不错嘛。不是我，是他自己啊，天资过人，我现在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天资过人？喂，去给我捡回来。江宇，你干嘛？村民都怎么说的吗？说你中邪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破四方阵保命的，现在全村人都等着看你笑话呢。本来我就觉得他不应该死，现在我是欠他一条命。江宇啊，啊，这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将心比心便是佛心。假如你失忆了，忽然被处死，你说冤不冤？你说怎么才能让大家接受他呢？其实我能看出来他很想融入大家的生活。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大哥，再宽限两天，我一定连本带息还给你啊！大哥，我有钱，我有钱！钱在哪儿？在老家，在老家。多少？大哥，真的有钱！我爹是老王山下的族长，我家有祖传的黄金，价值连城。我马上就回去找，等我找到了，一定连本带息。不，三倍。三倍还给大哥啊！你先在这等着，我上去跟大哥汇报一下。嗯。你俩跟他去，看着他找到红心，把赌债还了。若是没有，把他做了。好听吗？你笑起来才好看。记住，明天一定要全力以赴地打四兽阵。你这几天做得很棒，你不仅要好好的活着，还要很好的跟大家生活在一起，做一个正常人。嗯，这是。
请四堂堂主。什么死罪？要在这里破四兽阵？今天之事，这作何解释呢？那野小子露出了狼牙利爪，我本以为他是一个被狼带走的孩子罢了，可现在看来，这一切没那么简单吧？呵呵，你可还记得这个？怪鸟横空，巨兽横行，七星连珠，逢凶化吉，这跟那野小子有什么关系啊？20年前，北斗七星，七星连珠，天书星降落于狼王山。我推演得知，此子降生于世。可惜啊，晚到了一步，他被狼群给带走了。他背后有七颗痣，那就是他的七星印记。七星印记上下，他在被激怒之时，便会显现本相，理智全无。当他七星印记消退之时，他便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那他的七星印记何时能消失呢？具体时间嘛，天机不可测。这七星连珠，逢凶化吉，这好解释，跟这老祖宗留着16字真言里边的怪鸟横空，巨兽横行，这是什么意思啊？书中一直未有答案。来来来，哎，都有，哎，请，请，慢点，别抢。这次啊，我来带的少，下次都有，都有啊，都有。爹，既然走了，还回来干什么？按照族规，出村之人视为背祖离德，永生永世不得回村。你们把东西都还给他。
只是想念您和娘了。我知道族里的规矩，这次我不久待，你就让孩儿进去笑吧。要不是看在你娘的份上，你这是闲着没事了？这是一种曼陀罗花，只要在匕首上淬上花粉，几乎无药可救。什么年代了，能比这玩意儿还好使？钱呢？黄金呢？哎，大哥，您别急嘛，我黄金在我爹那儿，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你还装？你当我是瞎子了？你爹他压根就不正眼看你。我爹这人就这样，他刀子嘴豆腐心，我回头给他说点好听的，他还不认我这个独苗呀。啊，三天之内我要是看不到黄金，你别怪我心狠手辣。爹，这叫手枪，没见过吧？爹，如今啊，兵荒马乱的，洋鬼子都打进来了。他们这手里头啊，可不仅有这个，还有飞机和坦克。哦，就是这天上飞的大铁鸟，地上走的大铁兽。什么？天上飞的铁鸟，地上走的铁兽？对，这天上飞的大铁鸟啊，咱叫飞机；这地上走的大铁兽啊，叫坦克大炮。管你多少人啊，一回合下来全给你打得稀不烂啊。他们可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现在咱们可以待在这山里，可万一有一天这些洋鬼子打进咱们这儿来，咱总不能拿着弓箭跟人家洋枪对着打呀，这不等于鸡蛋碰石头吗？啊，爹，您不是早说咱未雨绸缪吗？咱在这洋鬼子打进来之前弄点这些家伙回来，你说行吧？爹，可这外面的人吧，就指着那钱，想要这些东西就得花钱买。那就不要了。哎，爹，爹，我不是听你说过，咱不是有老祖宗留下的黄金？混蛋！我就知道你这次回来又打什么歪主意。果不其然，我就知道你这次回来没怀什么好心。你给我听好了，立刻给我滚出去！给我滚！风儿说，现在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战火纷飞，天上飞的飞机，地上跑的坦克，那都巨大无比，非人力可敌呀。怪鸟横飞，巨兽横行，天意啊，这就是天意啊。族长，既然如此，夜郎不能再有半点闪失。夜郎此时狼性尚在，野性难驯，怕稍有不慎便会与村民起上冲突，到时候请族长多多担待。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慢点。
谢谢老板。来。带外人来家里找什么的？黄金不是你们随便就能找到的。爹，你就把黄金给我吧，反正这不早晚都是我的嘛。想要祖宗留下来的黄金，除非你现在把我杀了。找死！在屋里放什么炮仗？他来了！杀了他，不然我就杀了你。动手吧，开枪啊！哪里来的野狗？去死！干什么？爹娘死了，这件事必须有人来扛，我们绝对走不出这个村子。爹，娘，我刚回到家了，恰巧看到那头畜生咬死我爹娘。若不是我回来的及时，我留不得。我是两位知己。必须偿命！尸骨不存！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不能留他！不能留他！必须得阻止他，他一旦杀了人，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各位，你们说叶朗杀了族长和夫人，就凭寻风他一面之词，此事尚未查明就对叶朗痛下杀手，这未免也太草率了吧。亲眼所见还能有假？杀了他，为我爹娘报仇。你们谁要是再上前一步，我便不会拦着叶朗，到时候叶朗口下无情，你们可别怪他。等我们查明真相再议。你放心，我会还你一个公道的。我觉得此事定有蹊跷。嗯，我也觉得奇怪。我们赶到的时候，族长和夫人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当时叶朗双腿已断，可是口中却没有半点血迹。叶朗听觉远超常人，或许他听到了什么，赶到族长家中，却阴差阳错地遭人陷害。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族长和族长夫人身上一定有火星暗伤。蛇堂主，此事一定劳烦您查明真相，还叶朗一个清白。寻风，收手吧，此事根本经不起推敲。族长和夫人的死因，只需检查遗体便能知道答案了。你什么意思啊？别再装糊涂了，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心中早有答案。这件事如果让其他三位堂主知道，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上次栽赃给那个狼人，那这次栽赃给谁？那个读书人。与其这样，不如先下手为强。寻风搞什么鬼？不赶紧安葬族长和夫人，让他们入土为安，叫我们几个过来干什么？这么着急安葬族长和夫人，你是想当族长吗？猴子，你别胡说八道，就算老子想当族长怎么了？比划比划。哼，族长尸骨未寒，你们却在这里争族长职位，丢不丢人？蛇堂主怎么还没来？他来不了了。我知道，其实最想当族长的人是你。现在我爹遇害，三位堂主一死，就再也没有人跟你争了。寻风，我杀了你！你昨夜。那头野狼挣脱了绳索，伙同秀才杀了蛇虎猴三堂堂主，你我二人极力相拼，这才将其制服。你说对吗？对对。就他，给我带走。你们干嘛？
孽障杀我父母，秀才又勾结狼人杀了三堂堂主，血海深仇不得不报，现在就杀了他们，为我爹娘和三位堂主报仇。杀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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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永远都是废物。一个五花大绑、双腿尽断的夜郎就能把你吓成这样，哼！你，狼，是狼群的声音。我先去找族长和夫人的遗体，还叶朗清白。你现在立马去救月心，告诉你心，无论如何要阻止叶朗杀人。一旦杀人，他身上的七星印记便永远不会消失，他再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好，快！站住！狼群现在已经进村了，叶朗现在化身成巨狼，只有他月心才能拦得住。难道你们想看着大家死在狼口之下吗？啊！真以为我读书人不会杀人呢？杀戒，我也不想看到你为了我手起獠牙。我知道那样的话死的会是你自己。所以走，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再回来了，好吗？走吧，离开这里，忘了我。说走就走啊？那我爹娘和三位堂主的血海深仇又当如何？你胡说！云峰，你个畜生，你还有脸说你爹娘和三位堂主血海深仇？我已经检查过族长他们身上的伤，并非剑伤，也并非夜狼咬伤，而是来自于你外面带回来的火气。你胡说！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
封杀三位堂主，是我亲眼所见，而且他又拿火器逼迫我说谎，栽赃于秀才。半人半狼，对，老大，我开枪打中了他。他死了？对，老大，你一枪打在了他的胸口上，他必死无疑。凭你杀不了他，你不可能杀了他，我去帮你杀他。可是老瞎子说，你会死在他的手上。我不想死，是你要不了我的命。
是叫你留在家里吗？嫂子叫我跟着你。老先生，我要出去一段时间，这些钱够你花些日子。先生，听个曲儿吧。等我回来吧。谢谢老板。如果我这次回不来，请你保我家人平安。客自远方来。有客自远方来，特让我在此迎接。既然是客，我也不便失了礼数，送你一份礼物。老大，我忠心耿耿，就抱一心啊。老大，我就知道你不会杀我。原来是客，秀才不请客人喝杯茶吗？秀才说他没有茶，但有一盘20年前没有下完的棋。瞎子说过，他当年输给你这盘棋，不亏。江南刘瞎子传你一身霸道本事，你本该去沙场报国建功立业。就算真的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而还，也是青史留名，死得其所，而不是在这边争个你死我活。人人都以为我是这众星拱月的将，只有我知道。其实我就是这个过河的卒，没有回头路。我从来没想过赢江南刘瞎子，夜郎也从没想过跟你争一个高下，何必呢？这些年我从未遇到过对手，我与他有宿命中的一战。Yeah.
这颗子落下，你就没有退路了。动了胎气呀、啊！老瞎子死的时候让我给他上四只香，他说神三鬼四。村子不是合适你的地方，狼群也不是你的归宿，外面兵荒马乱之地才是你的去处，这也是你的宿命。我知道你不想杀人，可是有时候杀人是为了救更多的人。
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湿气较大。前射箭运动员杨小川离奇失踪，这是本月的第5起离奇失踪案。热心市民肖先生提供道路信息，兴业桥发生交通事故，请各位司机绕行。哎，小雪啊，蛋糕我给你买好了，放在你的门口，进门不要踩了哈。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还工作啊？赶紧去约那姑娘谈恋爱去，年轻人嘛就应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行，知道了总说，我先送货了。哦，你在路上啊？哦，好好好，我不跟你说了啊。那个，你开车注意安全啊。哎哎，小心小心啊。郎君，这条项链是爸爸送给你的生日，你一定要好好的保管它。一个路人居然能够和他完美结合，集团投入这么大的资源和实验体搞了这么多年没有结果，岂不玩笑。you
12年前半狼人传说席卷整个星夜市，12年后人类寡妇再现爱之怒，这是外星人的光顾还是半狼人的回归？敬请关注后续报道。老俊，你行啊，你不想干了是吧？车都不要了，这1000块钱拖车费就从你工资里面扣。等等，对不起郑指导，我你什么你，我盯着你呢，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耍花招，赶紧的，快点。是吧？妈妈没事。好，走吧。
是谁在我的拳馆闹事儿？这是谁啊？无能，拳击馆老板儿子，人如其名。哦。来，小子，玩一局。哼，你别过去。无能，你怎么回事？我替你试试他身手。没事。走。这绝不可能是个行为，有点意思。文仁峰死前，他的妻子因病去世，文仁朗俊在这里没有任何亲人。这老家伙是指望不上了。文仁朗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立即抓捕目标。吃肺药膏很管用，不然照你昨天被打的程度，今天就惨了。谢谢。我先回去了。这么着急干嘛呀？我家住的有点远。啊，你是说楼下很远？你知不知道咱们这小区有小偷啊？小偷？对啊，我每次放在楼梯道的垃圾袋总是会不翼而飞，也不知道是谁一场不落的看我比赛。哎，你说这个人是谁啊？其实我想不通的是，昨天你是怎么了？突然觉得自己可以上台挑战一下吗？干嘛？我就是想看看你脸上的 OK 绷。我。药盒在哪儿？好像在。爸爸，
执行半狼行动。收到。少爷，怎么了？哦，没事。他是谁啊？他是我哥，他突然消失了。见过他？你什么时候见的？在哪儿见的？三玉莲被他们抓走了。三玉莲，你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干什么？他们应该是来抓我的。我身上有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且我怀疑这件事情跟我父亲有关。那你父亲呢？我父亲去世很久了。对不起啊。没事。对了，宗叔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宗叔，宗叔，是我爸生前的同事，他们以前一起做药物研究。行，那你带我一块儿去找他。不行，他们目标是我，我自己去，你等我消息。小俊啊，忍着一点啊，忍着啊。宗叔，刚刚发生什么了？哎呀，这人老了，脑子不灵光了，失误的事情经常发生。宗叔，不然您让学校多给您配几个助手吧。哎呀，那些毛手毛脚的学生啊，我用不习惯。对了，宗叔，
您知道三羽莲吗？这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没有接触过，所以不了解。哎，郎君啊，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事情了？啊，没事儿，我就是好奇。那您先忙，我走了。别摘头套，别摘头套啊！都是道上混的规矩，我懂。你让我看见你的脸，就得撕票。大哥呀、啊，饶了我吧！我天哪，无冤无仇的干嘛呀？这是。大哥，你说句话呀！大哥，大哥，怎么是你啊？无能。超越。你怎么也在这儿啊？那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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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解开！快点！好家伙，你俩是一伙的是吧？别废话，怎么回事？我……哎，等，行，我坦白啊，其实我是一个神秘黑客。不是你们笑什么呀？整天被你们叫无能无能无能的，真的好讨厌啊，弄得我特别的没有面子，我再不搞点大动静出来，我不就真成无能了？我看你应该改名叫无聊。哎，不是，你们为什么对我的名字这么有偏见呀？啊，其实我在这个领域还是很有天赋的。就拿去年的那个网络诈骗来说吧，啊，我用了2天时间就把凶手给揪出来了。还有新月式的蠕虫病毒，我用了1个小时就给修复了。还有最近这2天的明星重磅，你就是那个网红黑客蔡昭？没错，就是我。谢谢关注，比心。说吧，为什么跟踪我？不是谁跟踪你啊？其实我是对那个三羽莲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啊，对了，你哥之前还在网上找我来着。我哥？啊。你看，我都跟踪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们是不是应该？哎，快快！哎，慢点，轻点。你哪儿没有对？等。哦。真香啊！三羽莲，星夜是海洋石油业起家的神秘组织。我破解出这个组织正在非法与境外的军事组织进行高危化学武器交易，而曾经接受过他的注资，一直致力于跨物种遗传学研究的，这是你的父亲何宗琛。但是你爸爸去世之后，这方面的消息就在网络上消失了。哦，对了，超越，嗯，你哥哥在失踪前一天曾在网络上求助过我，说是一直有人在跟踪他。其实稍微调查一下近期的失踪案件，就不难发现一个共性，这些人的身体机能都很出众。我找到了这些人的经纪人和朋友，发现了他们在失踪前1个月之内都会接受或拒绝一个看上去极为诱人的工作邀约。
那就是出海，去岛上打一场天价的表演赛。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哥跟我说过，他接受了一场岛上的比赛邀约。但是星夜市周边的岛可太多了，具体是在哪个岛上还需要时间来筛选和排查。失踪者很可能被秘密地进行人体实验，比方说这个。我天，你的手臂，这是从你哥哥身上转移过来的。宗琛作为当年事件的主导人之一，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消息。没接触过，不了解情况，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事情？程宇，之前没能帮上你哥哥的忙，我特别的愧疚。这次我们有了突破口，给我些时间，一起救出你哥哥。上次追踪信号在海边消失，咱们得再去复查一趟。那咱们就随时保持联系吧，我这边也需要时间来做些准备。好。蔡州。哎，朗旭，有一点小问题啊，你所在的区域信号干扰较大，我还在尝试辨别他们出海的方向，不过没事，很快解决。行，知道了，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放心吧，有消息随时通知你。蔡昭说：“哥哥，我哥现在一定很痛苦吧？你放心，我一定会救出哥哥的。”为了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练习搏击。只要是有奖金的比赛，他都会去参加。他是因为我才接受三羽联邀约的。我理解哥哥的做法。父母离开之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身边也没什么朋友，但是自从遇见你之后，我发现生活突然多了很多乐趣。愁云，其实只要你开心，关心你的人都会开心的。蔡州，冷峻，快跑！
干什么？文人老俊，你父亲曾经也是集团的一员，也为集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三羽莲，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的什么勾当，我手里已经有你们的证据了。不得不说，你父亲在生物学领域是个天才，但我想你是个聪明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你不想在这地下室待一辈子的话，我诚恳地邀请你加入我们。不可能，把我哥交出来。一切皆有可能。你们别伤害他，我跟你们走。嗯嗯，你们要干什么？走，放开他。起开，后面。冷静！小菊，你怎么来了？三羽莲到底在搞什么鬼？你还有我父亲为什么会替三羽莲工作？您就别再瞒我了。小菊啊，你父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从野狼的身上提取了适合于人类的基因，并研制出了能改善人类基因的特殊物质，希望能够减少人类的疾病，我们把它称之为帕拉塞，而三羽莲就是这项研究的出资方。那后来呢？后来由于你父亲的突然离世，这项研究也就随之停止了。我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你跟我来吧。13年前，你妈病重去世了，你爸呢？除了整天酗酒，就是到隔壁的拳馆去打拳，项目进行不下去了。也许是你妈这一走，你爸就没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了。可这三羽莲不肯放弃，威胁他继续。后来实验室一场大火，爸，他没能逃得出来。是我爸没逃出来，还是三羽莲不肯放过他？小军呐，现在事情你都知道了，你一定要答应宗叔，不要再追查三羽莲的事情，更不要与三羽莲对抗。可是他们现在还在害人，我哥就是被他们抓走的，咱们必须要去救他。三羽莲的势力太强大了，我现在不得不躲到学校的实验室来。三羽莲一直跟境外的非法武装有勾结，我不能让你再走你爸的老路。我爸的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宗叔啊，那你知道三羽莲现在的实验室在哪吗？小军呐，你千万千万不能激动啊！
你想干什么？宗叔，宗叔，宗叔，你吃里扒外的东西，没有我，你早被那个东西吞噬了。你活的也够本了。到你之前，超越是不会有事的。上车吧，啊！给我穿上。超越为了救我。想保护我，我却害死了他。我们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但是现在急不得。敌众我寡，我们需要周密的计划。哎，不过我说啊，这次行动，你们要是先叫上我，我肯定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冷军。真是的，君啊，蛋糕我给你买好了，放在你的门口，进门不要踩了哈。君，这条项链是爸爸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你一定要好好的保管它。
哎呦我去，大哥你想吓死我呀？你刚才去哪儿了？什么老古董啊？嗯，这怎么那么像我家拳馆以前的样子呀？是这个拳馆吗？我好好看看。没错，这就是我家拳馆装修以前的样子。十三年前，应该是你妈病重去世了。那时候我还小。你爸呢？隔壁有个制药厂找我，除了整天酗酒，就是到隔壁的拳馆去打拳了。后来实验室一场大火。你爸就是装修以前的样子，他没能逃得出来。当时说是有个地下通道是和实验室连着的，为了消防检查，后来重新装修的时候就把那通道给封死了。妈呀，难不成当时着火的就是森雨莲的实验室？这是一把钥匙吧？这地方在哪儿？带我去！大哥，你轻点儿。试试，肯定不是这把钥匙啊！哎，钥匙肯定是有，我去找找啊。郎君，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在了。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救你的妈妈，我开发了一种新药，而且用自己的 DNA 去做了实验。虽然实验成功了，但是药的副作用很大。我试图改良。可惜你的妈妈没有坚持到那一天。我爱这个家，我深爱着你和你的妈妈。为了你们，我可以付出一切。公司发现了它的价值，想把这种救人的药变成杀人武器，如果他们成功的话，会有无数人失去他们的生命。我本想带着你离开这里，我们可以活下来。但你知道的，人的一生不能苟且偷生的活一辈子。我决定了，阻止他们，阻止这一切，弥补我之前的错误。郎君，原谅你的爸爸，不能再陪伴你，看着你长大。每一个生命的某个时期，
我们都需要拿出勇气，战胜一些事情，战胜自己。爸爸相信，一定能勇敢地活下去。为了我，也为了你的妈妈。肖总，全部备份还需要三分钟时间。嗯，找到了。肖总。根据超越最后消失的定位，我已经找到了三羽联的秘密基地，它在岛上的一座废弃的旧船厂。这里电力的流动明显，应该是电流控制区。根据电流汇聚的方向，这边应该是实验区。根据探测显示，有大量的守卫把守。别冲动，赶紧下车。哼，啊，自己看。天哪，这也太脏了吧！哎呀，早知道就不选这条路了。我的天，这都什么地儿啊？哎呦，哎，大哥，你脚别往脸上踹啊！这衣服都给我弄脏了，真是的。这，你说三羽联这么大个集团，怎么通风管道这么脏啊？声音小点。你这个大屁股把我视线全挡住了。哎呦！不够大，这个是往上抬的。我
知道。行，啊，哦，对了，郎君，我就不陪你了，我要去数据库，我要找到三玉莲的犯罪证据，将他公之于众。那我们分开走吧。哎，小心点啊！你的血液让我改善了帕拉塞，甚至可以抵抗抑制剂。你爸爸的夙愿成真了，让我们共同创造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美好世界。刚才有人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杀人武器吗？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哎呀，但是我现在管不到那么多了。听我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成功的。但不是在这儿，不是为了三羽莲。我真的没有时间了，你把资料给我，给我。小俊，你一定要听我解释，这事儿不是看到的这个样子。小俊，你一定要听我解释，这个事儿不是看到的这个样子。小俊，小俊，开门！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听我解释，一定要听我解释。开门！郎君，一定要听我解释。小俊啊。一定要答应宗叔，不要再追查三羽莲的事情，更不要与三羽莲对抗。郎君，你听我解释。谁？是谁？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事情了？实验室一场大火，开门！你爸他没能逃得出来。不要再追查三羽莲的事情，跟三羽莲是我们了。阻止他们，阻止这一切。
贱人，今天是你的生日，注意安全啊！不要再追查三月的事情了。为我好事。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出去再说呀？哎，走走走走走走，我们走。郎君，是郎君。哥，我得留下来帮郎君。狼人，他们都是狼人，他们太危险了。是啊，我相信他。哎，超越。嘘，走。我们先去救其他人，然后再去帮忙。小川，来，怎么样？都救出来了。如果当初那扇门没有被关上，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俊，吃饭了。哦，来了。失踪案幸存者陆续现身，身上均有不明伤痕，并伴有失忆症状。神秘黑客爆料，隐藏在三羽连背后的震惊秘密。